两三礼拜用一届。现在家长讲，会使讲树林大概有360栋吼，那会使讲伫咱地方是一个真好的游园空间。那并同时嘛，甲咱的乡亲有真大的感情，因为足侪人是互家长讲来做客店吼。那嘛因为安尼，所以当伊足侪人拢来即个拜拜。为今年开始啊，发现着讲伊有即、這个。消毒病哦，那经过咱的这个林务署的这个专家啊来给伊这个看过，啊嘛像人同款的，开始给伊食药啊，开始来给伊手术，来给伊吊点滴哦。但是到今年二三月啊，效果呢啊还没有很明显的显现。但在这一处呢，请到产官学界，包括中兴大学咱的这个啊植物病理的咱的这个严博士，包括到咱的这个环境的咱的余技术师。包括有咱中华关咱的园艺工会的理事长啊陈书勇，啊以及嘞咱的一寡啊地方属性，大家共同来关心啊，甲咱专业的物件啊用出来，啊嘛希望讲咱的用心配合吼，即阵啊像讲医生一定开这贴啊，啊咱唔忙吼，搁安尼偏方直直甲伊用落去吼，安尼效果会无好。啊这段期间来，即马灌这个营养饲料，啊，互伊的这个营养有法度起来，互伊的这个根有法度搁生出来，咱才甲这个环境才搁来做整理。和咱的这个家长讲，诶，这个生长环境也搁较开阔，我相信伊一定蓬勃，会搁有生机，啊，会搁吼，吼保佑了搁较侪跩客家，大家拢兴旺啊，大赚钱安尼。棵老茄榕树的话，哦，然后现在落叶相当的严重，哦，然后一般来讲，落叶这么严重的话，大部分都是根系有一点问题，哦，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说它的根圈的话，哦，它的覆土，哦，太深了。哦，然后导致它栖地环境不良。那另外的话，我们这边的话，哦，那个根圈附近的土壤也硬化非常严重，哦，然后水分空气透不到根部，哦，然后四处衰弱，很多病菌就过来了，哦，啊，是说应该有一些病菌已经感染到根部了，哦，啊，是说我们今天的治疗方法的话，我们大概会采取几个步骤，哦，大概就是说第一个栖地环境的改善。哦，然后我们可能就是这个覆土过深，哦，我们本来是应该把这些覆土都清除掉，但是下面都已经有根出来了，而是说我们可能会采取就是人工松土的形式。那另外的话，我们也会打几个那个通气管在上面，让水分以及空气能够透到根那边，哦，让根部能够容易去吸收。哦，那另外的话，这些土壤硬化的部分的话，我们也会把它松土，哦，让它能够环境会能够更好。这是第一个部分。那第二个部分，针对落叶然后根部受到感染的部分的话，我们会用系统性的杀生菌剂来处理，哦，然后处理完以后的话，我们也会用，高单位，哦，营养液，哦，然后来促进发新根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新根长出来能够吸收水分养分，那自然上面的枝条新芽新叶就会冒出来，那新芽冒出来以后，那自然这一棵树就会比较 OK 一点，哦，啊，然后，我们会尽全力来做这个事情，哦，然后希望说，老茄榕能够越长越好，好，谢谢。因为我们常常会去遇到这个问题，因为这个我们产官学，哦，很多派啊，啊，希望哦这个因为专家学者他们都有他们的专业啊，啊，我们这个树就最怕哦，这个我们的地方哦一些事啊，哦，他们都会有他们自己的意见，啊，拢来。动东动西吼，恁来种个不会干预，即样主要是顶年是我就会知啊。啊，所以我嘛在后年我嘛有叫一个树医吼，啊，佮即两家拢因较紧来看用救起，伊即样算，我就我嘛还有在用的，啊，算即样是我嘛真有感情。啊，讲看较紧看我甲救会起来，伊算之前咩，啊，有一个迄个啊，一个蛋。然后我跟他讲，伊之前要给他拜托，哦，好，好，我跟他，哎，伊就咧讲，啊，之前你嘛是去找证人啦，吼，啊，种拢有找啊，讲我就讲，恁拢无找啊，可以是咱来派些出去啦，啊，我拢伊人讲，因为啥物人学者来甲伊讲吼，啊，卖个有你哋，而且真正起底吼，改善出重要，啊，无你即摆咧会愈来愈严重，你说对系啊，安尼。这个家长讲吼，从
我较早囡仔的时候，都拢总伫遮咧参拜，哦，咱囡仔吼拢来遮看这个加东公庚，啊，这个加东公吼已经历史已经300多年啊，会使讲非常非常的久啊，啊，所以这是一种地方的信仰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咱每一年的这个8月15号，拢真侪人来遮甲参拜咧吼。啊，所以就是地方对这加东公吼，拢非常重视。啊，因为即摆加东公就出一个问题，因为伊这吼，一寡树啊吼，都会落掉，啊，造成可能是有一个困，啊，是讲有一个病虫的问题。啊，我今仔日吼，麻烦甲咱这中官管府的中官吼，啊，甲这教授吼，来咱这甲咱看这个。咱这加东公吼，这个是出的问题，出的对安尼。原来这边是有墙堰，哦，啊，所以等于说根没有办法往外，对，哦，然后已经把它打掉了，已经把它打掉了，打掉。你看这些都须根，须根其实最主要是吸收营养的地方，嗯，哦，这个须根，哦，这是须根，哦，就是这样，这个须根，对，好，啊，这哦，咱们家一尾蛇，啊，遐搁一尾蛇，我招你来滴，我是，啊，遐的庄啊，十块几斤啊，啊，几斤啊去，对，啊，所以。大家已经取了共识了，已经有共识了。这个就是打洞，打洞，让增加根营养剂类了，根系的呼吸，哦，然后所有的营养剂药剂从这边灌下去，哦，它等于说可以直接吸收，这个，就是四周，四周都。啊，这吼有当时啊泡到水吼，滴滴落哦，啊，这都是要和空气来吸啦，然后受拢足侪人在反映讲爱穿裤，爱打洞，啊，这点打洞结果。搁提掉，啊！阮只个要求讲内底爱去灌饮两次啊。哦，所以今物就爱注意啊，吼，看未来结果就对啊。哦，目前在喷洒这个就营养剂。哦，目前喷洒就营养剂，了解了解。